那几枚木屋可以啊，你用铁扇就够了，不是吗？这个单体攻击很好做哦，因为现在希腊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有没有看到我的切猪？我看到啊靠啊，那个天降被天降害死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我再做一次哦。其实希腊要做切猪，其实它不是那么难的。哦，所以为什么我常说控天降就是控希腊，控希腊就得天下啊，那是有我的道理的，道理道理。哦，你这个可以做四效，你知道吗？懂我意思吗？这样好不好？哇擦，这么这是个小小的失误啊！我古希哦，其实古希系列我对他没有很大信心，所以我好像只解放一只吧，我只解放一只吧。妖后在蛇夫可以放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啊蛇夫不是放妖后？哦，两秒转珠大于等于六 combo 啊，不是缩死啊，消火缩死。那这时候我就用两击变十七吧，不过也还好啊。哇，切到了！基本上用火吸大应该是屌虐啊。吓死一个，很好笑，哼，太喜欢骗了。我你们骗太多了，这个倒是真的。哇哦！哇哦，迪尼斯真是太快了！没妖后，蛇夫可以放什么？就可以放妖精啊！要看关卡哎、欸，对吧？哎、欸，啊，完蛋了，忘记再转心角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完蛋了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我是说他完蛋了。大哥，这不是一不顿嘞，你是不是搞错顿了？这不是一不顿嘞。只是把马鞍的这个啊，这个关卡看的是一博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是要各位向各位展示一下他回复力有多 OP，Overpower。对啊，有卓罗稳过啦，稳稳妥妥又稳妥，学起来。不知道带一个三裂性的龙科，没有提醒哦。没有注意到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下次会注，就会特别注意一下。对对，因为讯息有时候洗太快，真的是没办法全部看完。哎，等一下，一红说先猜这场会马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一红会这么讲，一定有原因的。哦，谢谢一红，他提醒我，我知道怎么做了，我知道怎么做，一红，我知道你意思了。以后再提醒我会马、啊嗯。你那个凶啊，那心可能有点少。爽打、啊，真爽打！两秒嘛，我知道嘛，我知道嘛，很快嘛，尽量没有天堂嘛，对吧？哎，播天堂就没有办法播什么，播什么没办法播天堂。
蛋了。可以帮我转个暗柱就好了吗？不要转火柱哦。得住啊！战术很重要啊，学起来啊，各位观众。这堆应该带个三太子的，不然不应该带两只的。对，我这样玩的有点太危险。看一下、目前场上有四颗星珠哦，我选择，注意看好了，我选择什么？注意看好了，我选择什么？看一下，300多万是不是？我选择做333做单体攻击，学起来啊、哦！控天将就是控西拉，控西拉就得天下。前面我选择死亡，我本来攻位。算过的，学起来，注意哦，这个回合非常重要哦，学起来哦。没错，我做了一个空转，真的，我刚做了一个空转。回合是刚刚好了。因为我目的我是要替卓罗争取多那一回合的 CCD， 我是在替卓罗做打算啊！你看我对他多关心啊！声音延迟哦，因为电脑没有那么好，嘿，对。不过一样还是会有死因。我替卓罗争取了一回合。尽全力啊！哦，这个两击变十击就很漂亮。左边一直排，右边再加给龙，左边没有中切，非常好 ，perfect， 学起来。有没有？我替卓罗争取回合数，这很重要哦，这很重要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总觉得最后一关为什么我可以补血的话会比较安全，我是这么觉得的。攻后随机转光，好、哦、光转光、哦、那是坏掉了，对，那时候没有设计好吧。不过正常依照官方的那个习惯，有没有？好像他默默的把技能就是在修正这样。哎，当然对玩家有利的我们是那个 OK 的，对玩家不利的话就对吧？怎么办？太快干掉了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真的完蛋了。怎么办？完蛋了，完蛋了。我想一下啊、哦，消整版，我操！我的龙科没有积满，完了，死定了。
了。死了。他死了。啊啊啊啊为什么没有技能重置啊？是不是坏掉了？为什么没有技能重置啊？为什么没有技能重置？7啊，还跟他客气？哦，对了，被你真正打才技能重置。哦，谢谢。我看到技能重置，我吓到了。一波7啊，各位观众，先烧他一波。哇，我烧了16,570，我跟你讲，差了一点点就更新了。真的，你问阿红，真的那个算超准。阿红更新真的很会算，我那个精辟计算，可能还要跟他学习一下。这是2000多万是不是啊？非常好，一波机刷的漂亮，哦啦哦啦哦啦 ，K。错呢，做效果呢？不好意思，我们的意思是韩秋草跟他，怪不得总觉得那个印象中怎么总觉得韩秋草好像哪里也听过一些话。我终于知道你讲了一句韩秋草跟他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阿红当初那一根嘛。我在做效果啦，嘿啦，效果。一波7啦，收红红道，收根根道，是不是？各位观众，哦啦哦啦哦啦 ，K， 哦，嗯，OK 啦，我其他 OK 啦，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啊。哎呀，我这样都能过了，我就不相信你过不了。俺这样都能过，你过不了吗？只要我可以，您一定行。I have to go。